折扣转盘呢？我有点想讲这个。哇，BTS 好像蛮帅的。哇靠！应该蛮帅的。诶，怎么震动这么久？啊，我抽到大奖了！真的假的？诶，太神经质了吧！哇，太夸张了啦！天哪！怎么可能呢？我真的觉得太扯了。不是，就是，你说这边就赢了，他开外挂，他怎么没有直觉啊？这可能在附近哦，我就知道队友在这里，我们躲在后面偷袭。哇，好刺激哦！水哦，水爆球！